可爱的小萝莉弹指一下，竟然用液体能变出一只大鲨鱼来，狂鲨怒吼，威力无穷。小萝莉名叫小鱼，用水可以变出任何想要的东西，而且随意控制。另外她力大无比，徒手就可以把一个壮汉打飞。像她这样具有超能力的还有其他小朋友，音乐女孩高低音随便驾驭，皮筋头和四肢可以随意拉伸，就像面条一样。轮仔高能机械工程师，精通各类机关和机器芯片。双胞胎姐弟，一个快进时间，一个慢进时间，但彼此都看不顺眼。慢动作原本动作迅速，一次意外让他陷入时间扭曲之中，动作变得迟缓。变脸仔，脸可以变成任何模样，像中国人的易容术一样。全能王，虽拥有全部的超能力，但是操控的时候由于意念不集中经常失灵。天才画家小欧，平时不说话，但画出的作品能预知未来。最后一个女孩名叫米西，虽是普通女孩，但她继承了父亲领导力的衣钵，具有天生的领袖能力。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超能英雄，他们的超能力都继承于父母。当孩子们看到电视屏幕上父母与外星人战斗时，无一例外都被外星人俘虏，全部 BBQ 了。孩子们都潸然泪下，伤心不已。此时总统发表全球讲话，传达外星人将在3小时之内掌管地球。政府为了孩子们免受灾难，将他们关在安全屋。但安全屋真的安全吗？此时米西站出来告诉大家要想办法逃离安全屋，因为他根据小欧的话推断外星人即将攻进来。于是变脸仔骗取保安进入安全屋内，小鱼运用超能力轻轻松松就将几个壮汉放倒，但一名保安拉响了警报器，降下了铁栏。眼见外星人也攻入屋内，并抓住了全能王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米西临危不乱，提醒双胞胎使用时间倒流。孩子们在保安按响警报器之前将他制服，并全部冲出了大门。但外面的保安可不是吃素的，再次启动铁栏，死死堵住他们的去路。米西指挥音乐女孩用超低音将一个个保安全部都悬浮了起来，横空出现了一部非常壮观的云梯。孩子们踩着云梯逃到了一楼大厅，坐上电车总算是逃出了英雄大楼。但大楼前方居然还有一群保安拦截，音乐女孩放低音波，电车升空从保安们的头顶上方跃了过去。但糟糕的是，音乐女孩已经没有体力，操控不了方向，眼见就要撞到前面的大楼。在这危急关头，皮筋拉长了胳膊，一手抓住外面的柱子，一手抓住电车，电车立即调转方向，空中来了个360度大旋转。保安们只能傻傻地抬头看着，皮筋放开柱子后，电车直冲云霄。电车会安全着陆吗？孩子们的命运如何？请持续关注哦。Back to base. Now, we need to find that train.